各位同心，各位同志，我即马对大家人的称呼爱改变，恁听好清楚哈。众将官，大家早安，大家好。因为哈，咱受国旗班以后哈，就是得到一张职业证书啦。这张职业证书哈，你也老好呢。这张职业证书啥？就是咱后摆台湾民政府所属的台湾政府的公务人员的一世人的证书，意思讲吼，咱会当做一世人的老汉啦，啊，老汉子，这就是吼，这就是这个做，你看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呢，伊即马得到政权，伊对迄个25000里的长征啊，伊20000几个人啊，对共产党哦。啊！全迄当阵为迄个广东啊，为什么所在吼？广西安尼直直行行行，行到去延安。落尾伊得到政权呢，这20000几个人吼，无条件每一个人不只是做官呢，阁还一间厝。哈、哦，所以呢，伊这个共产党拢安尼做，啊，中国国民党嘛安尼做呢。中国办国民党吼、哦，叫遐流亡，含伊做遐流亡来台湾的遐人吼、哦。哎、欸，嘛是同款嘞，伊嘛可以什么授田，授田证，啊，这物件哦，他们讲吼，是咱摕咱台湾人钱滴给人啊，那是拢不应该吼、哦。今年的1月1号，咱的迎新会啊、哦，我希望在座吼、哦，你拢有资格来参加啦。啊，为即马开始呢，咱若有这个国际上的活动吼、哦，咱在座拢有资格来参加，因为你是咱台湾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即嘛是变做公官员哦，唔是讲啊，做普通的老百姓哦啊，所以呢，不管你的心内是安怎想，还是你的头壳安怎想，台湾民政府，你爱听我清楚，咱得到政权是早晚的事情，这是绝对未改变的代志。咱若得到政权，我会当甲各位讲。在座各位是咱台湾的建立台湾的这个政权的功劳者。台湾后摆会变成台湾国无？他袂讲，若讲这个国吼，可能有困难。因为安怎讲？因为这块土地是啥的？日本天皇的。所以咱台湾这个国际地位，若要恢复正常，爱靠啥？爱靠日本天皇。但是台湾这块土地要恢复。做以前的这个国际地位啊，爱靠啥？爱靠这个美国的总统，这是国际法的安尼规定。但是咱知影吼，咱伫台湾这个68年来，中国国民党用教育，将咱台湾、咱台湾人不断的施以错误的历史的教育，所以几啊摆，我那大概伫一个初级班去上课的时候，我就感觉很痛心呐。安怎讲？近排我所问的问题，大家拢搞不清楚。全世界无人讲，你迄个国家，你家问讲，啊，你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无？啊，一群人啊，一半讲有，一半讲无，真正是无迄款的代志。但是独独咱台湾人，咱台湾人哦，脑脑想想想到这吼，你若真正有较深的迄个研究以后吼，你就会发现讲，台湾人是足可怜的。在这个时阵，我常常上课有讲一个故事，一个自然界、自然界的这个故事。咱知影吼，狗虾啦、蚂蚁，咱大家知影蚂蚁无？捌看过蚂蚁的牙齿吗？拢蛮吼，啊！但是蚂蚁的世界吼，你搞不清楚。我若跟你讲，蚂蚁有红色，啊嘛有乌色的，你捌看过红色甲乌色的无？啊，有迄个毋捌看过无？拢捌啦吼。啊，就真侪种无毋对。但是我甲你讲哦，自然界内底，红蚂蚁呢，有一种红狗遐，细个只咪那边边安尼比乌个较大只。啊，这红蚂蚁哦，足歹，啊足扁大。啊，哪讲扁大？等下我讲迄这代志，你听你就知。红蚂蚁呢，伊若找到路咧啊，
伊就不爱做工课啊。啊，路呢，爱替去外口去找食物，爱食物都爱送到伊的嘴，互伊食，伊才要食。所以这红蚂蚁呢，一世人拢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每年，这个春天特别结束的时阵，这个红蚂蚁呢，都会成群结队去找啥？去找乌高遐黑蚂蚁的洞穴。找到迄个黑蚂蚁的洞穴的时阵啊，这红蚂蚁因为伊较大只，啊动作较紧，啊歹，就去入侵伊这个黑蚂蚁的洞穴，将这黑蚂蚁啊，拢通杀死，嘎嘎死就对了。打死以后呢，这个红蚂蚁呢，头脑是足好的，伊将这个黑蚂蚁的卵啊，遐卵呢，伊袂甲食掉，伊头脑真好，伊将黑蚂蚁甲加咧。等于伊来因伊家己的洞穴内底，替这个黑蚂蚁甲孵化，但是要甲孵化以前，伊黑蚂蚁咪叫杀死啊，对唔对？叫加死，伊才将这个黑蚂蚁规身躯遐体液，对身躯的味啊，拢涂在他自己身上。所以等这个黑蚂蚁只卵啊，生息以后啊，孵出来，孵出来是黑蚂蚁嘛，对唔对？但是这个黑蚂蚁呢，的囡啊，伊鼻到的味是甲伊的老爸老母同款。但是这个老爸老母应该改变的是红蚂蚁将因老爸老母的身躯顶的味啊涂在他自己身上。为迄个时阵开始，这个、黑蚂蚁的都开始做这个红蚂蚁的奴隶。伊都呢可以去外口去找食物，可以去外口去咧。建构伊迄个黑蚂蚁，哎、欸，红蚂蚁迄个啊，做洞穴，一世人拢安尼。黑蚂蚁伫外口找食物，摕来好食。伊若无欢喜，伊就将迄个黑蚂蚁啊，甲夹死。各位，这自然界内底啊，这黑蚂蚁就是啥物人？台湾人啊。红蚂蚁就像中国人。你想看卖啊？自然界都有这款的代志。我怎样讲的？不是故事呢，是事实。这个事实是在什么时候你看得到？那个啊，做 Discovery 有演这个电影，你捌看嘛？哈，各位看到这个哈，真正目屎会流落呢。安怎讲？你个想讲，咱台湾人足高个，敢那黑蚂蚁，辛辛苦苦，台湾人哦，足奇怪啦。肯做，实做，啊，足高个。老爸老母甲咱家是讲吼，啊，咱有一碗饭好食就好啊啦，卖这么计较。啊，选举嘛是同款，啥物人做嘛同款。各位，伫黑蚂蚁的世界内底，因为迄个红蚂蚁将黑蚂蚁甲加死，将伊身躯顶的味甲涂在自己身上，遐黑蚂蚁就已经感觉讲伊味嘛。黑蚂蚁是无目睭的，红蚂蚁嘛无目睭，但是伊有迄个嗅觉，伊就感觉讲味同款啊，迄是伊老爸老母啊。今日中国人用假历史，甲你讲台湾人是中国人，互咱台湾人的迄个心房啊，拢通无去。所以拄啊开始1945年九月底，中华民国传了着。单于带了着台湾人，啊，这个中国占领军来台湾，迄个时阵，甲咱的教育，什么教育？拄啊开始的时阵，伊将咱台湾人当作日本人。我看吼，我咧在做个看吼，咱白他们的是较少啦，但你会当问你的，即个较白他们较白年纪较大的人，伊就知影。拄啊开始的台湾人啊呐，日本人家教较足好诶。所以日本人教真好，你也看到今年诶3.11的迄个做芝麻米嘛海啸，你拢有看到对不对？迄个海啸发生的时阵，全世界拢震惊啦，安怎震惊？遐日本人虽然是死几啊万人来讲，伊伫迄个7-11排队买食物，有人抢嘛？无呢？真正无呢，所以我常咧讲，
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第一项要教的是啥？这个伦理道德，爱国再让咱台湾人重新开始。你要看日本人，到即马为止，还阁是规规矩矩，排队就排队。我跟他讲一个，咱现主席我目睭所看的，食薰的习惯。他们讲啊，咱学遐中国文化，学了拢自私自利啊。你唔相信日本人来，甲你来这个台湾去佚佗，你也注意看，伊若食薰，伊袂公开安尼食，伊拢秘伫个壁角。食完呢，迄、那个薰屑啊，伊甲创创的，血甲洗掉伊啊，卫生纸还是手巾啊，摕出来，甲包咧，搁叠咧家己落地啊。这款的动作虽然很小，但是你也敢看出迄个民主性。台湾人玩的嘛，我甲各位讲，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投降的时阵，台湾人的表现。就是安尼，迄、那个中间一直甲中国军入来台湾的进程60-70天的时间内底，台湾的犯罪率零，厝拍开无人甲你偷窃，大家规规矩矩。中国军一个入来台湾，因坐火车拢无钱的，是安怎？你是战败国啊，你这台湾人就是日本人啊，因拢知影，独独台湾人唔知影家己尔啦。当然，伊个宣传有啦，哈、哦！伊一开始的时阵，8月15日拄啊开始的时阵，台湾人有读过册，无读过册拢同款，大家烦恼，烦恼讲家己建书，啊，那建书是真凄惨，迄是无唔对。那台湾人哦，贪着一时的痛快，因为中国人甲咱台湾人讲，恁回到祖国的怀抱，咱的祖国是伊吗？那祖国是日本天皇呢？这款的教育，今日甲你讲是啊，多啊好。啊那，你有读过册啊？你若无读过册，敢那迄个黑蚂蚁去孵出来，闻到遐味，叫是红蚂蚁，是伊老爸老母同款。咱过去认唔到起啦。咱的老爸老母，才是正正刚刚的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啊。咱唔是中国人。所以你也看，咱即马台湾民政府为2006年10月24日控告美国以后到今日，已经几年啊？七年。这七年内底，大家拢无定，感觉恁自己真好过。我度日如年呢。我的心内底在想讲，啊，台湾人到啥物时阵才会觉醒？我讲的话。我会当甲各位讲，你不一定爱相信，但是你有头脑，因为台湾人的逻辑观念啊，或者中国人的教育已经破坏无疑，无逻辑观念啊，家己什么人，家己搞不清楚。所以我常咧讲，我中华民国这个无偌久，你妈呢一撤离撤退台湾，一走一对金门妈祖。中国也替他准备一个所在，叫做平潭的所在。我这样讲，大家说哪有可能？你台湾民政府你也没武器了啦，你也没武力了，你有没有从中华民国要赶走？民政党很认真的啊，拼到要死都赶他不走啊，你台湾民政府有办法？各位，台湾民政府绝对有能力从中华民国给赶出去。我无叫各位提刀提枪，我阁讲一摆，咱免做先烈，革命先烈。你若今日爱来做革命先烈，你免坐到遮遮艰苦啦，会坐久尻川血会疼呢。这无你初级班三天，今日阁三天，坐到最近啊，这个也做搁再几点钟久以后，咱就要毕业啊。所以恁大家，我看这么看下，大家迄面相拢袂歹啦。但是吼，做我开始的时阵。都啊开始的时阵吼，坦白讲吼，哦，我原来想讲，那我吼，哇，要坐6天吼，连续安尼吼，卖讲恁啦，那真正我嘛想讲，哦，这真忝。不过呢，我甲你讲啊，我坐比你较久呢，我坐电脑顶啊，我若坐落拢规得10几点真久呢。有当啊吼，坐落你写物件，前天即马遐课本，恁即马看遮课本遮册，我甲各位讲，是我家己本人，
我无叫秘书呢，我无秘书呢，我是一字一字家己拍字的呢，家己整理的呢。咱这个1月1号哈，1月1号，咱有出两本册啦哈，迄两本册是叫做《台湾战争史》《台湾战争史回顾》，是上新的啦。这个这文章有几篇呢？我这几年哈，这差不多为2006年开始写，去年来底啊，《台湾战争史回顾》我写5本。每一本拢甲新台湾人平交呢，我那就安尼，因为我知影，台湾人既然唔知影，我都爱用各种方面、各种角度，甚至爱将国外发生的战争的历史拢甲写出来。过去这方面拢是英文的啦，汉字、中文的根本都无啦。因为我是伫日本留学，所以我捌日语。啊！但是我伫美国嘛住真久，所以我也捌英文，尤其是我的英文的文化。我个人呢，我是庄脚囡仔，我是婚姻观到六大汉的。我老爸是大学主任督学，我老爸嘛真早就过身去啊。伫我大学毕业，迄时间啊，要参加毕业典礼，迄个时阵啊，我老爸为着要来甲我载行李啊，啊车夫。贵姓的？伫冈山，所以呢，我也各位知影就讲，咱每一个人伊的成长过程拢无同款。但是我的成长过程，坦白讲，我真幸运呐。我国小毕业，我一个人十一岁到12岁迄个中间呐，我就一个人来台北参加联考。我知影，伊我若安尼讲，你就知影我的年龄啊。我达到通会啊！我一个人来台北参加联考，我真好运，我考到第一志愿，大同中学，初中啦，大同初中台北市的。你想看卖吼？一个人伫这个做台北，一个人伫这里生活呢。啊，我爸爸对也真好。阮家呢，因为阮阿公啊，迄阵算生意做真大，所以有一点房地产，有一点钱啊。当然，中国国民党来台湾以后啊，这375减租啊，375减租啊，阮家内底真济，阮阿公的土地啊，拢全放领给遐佃农。啊，还有一挂股票，台湾水泥，我阁还阁记得。所以，台湾人从以前这个所谓的375减租。是国民党伫剥削台湾人的手法呢？你知影讲真，人讲真真正正讲，你的土地甲你收起来，啊，给农民，这咱甘愿。国民党是安怎做呢？你的土地，恁这土地，拢交出来，交出来以后，伊家己做东啊，30%已经跌咧第六地啊，这是中国国民党的东山啊。剩的70%呢，才35%啊，才给遐农民啊。农民摕一只土地真嘛真，当然迄个时阵嘛真欢喜嘛，对哇？但伊无想到呢，你已经向东30%，敢若袂输跋筊呢？做庄的吼，先甲你抽去，抽头去。台湾人唔知影呢，啊，农民嘛真甲感谢。但是今日你甲看过去的历史，你甲变，我遐有一本册。是迄当阵台湾人写的，从迄个时阵，即个土地叫国民党收起的土地，拢装订成册。如果迄本册已经袂当搁伫外口伫卖，国民党的东山，伊是全世界超前好啊！全世界地球内底上界好野的政党，你敢拍伊袂倒？安怎讲呢？伊的东山唔是安尼尔呢？我会记得。我拄啊开始去美国时，我去夏威夷。夏威夷有一大片的土地啊，伫迄个当趟啊，伊写一个讲中华文化中心啊，迄种国民党的东山。唔只安尼尔呢，伊海外阁足济呢。台湾人做甲要死，咱做诶拢是国民党收起，你嘛拢大家拢搞不清楚啦。
有一碗饭好吃就好。我跟你讲，不是安尼啦。你要看现主席今日这个社会，愈钱的人愈有钱。我问给你看，你家己目睭个，你家拢凭良心啦。你感觉你即马赚的钱，有比以前阿扁啊去做总统的时阵较济，请你举手。比阿扁啊迄阵较少的，请你举手。好，无一人摕到钱嘛。但是你来看，即中国人伫现主席伫做的，中国人拢花啥？花所有银行。所谓媒体，我听你讲，今日不是中华民国在统治台湾，是媒体在统治台湾。我家己捌做过环球电视台的总经理，我非常清楚，政策拿来就一定爱跟你讲，讲的是啥？就是奴化台湾人的头脑，台湾人的教育。你未去甲想讲？从有电视以来，到今日有这个 cable 有线以来，是安怎每一个月的收视费为400块到800块，这尼啊侪年拢无要去，你袂感觉吗？伊唔敢去，是安怎唔敢去？那今日无去，你都爱甲想哦，唔是伊互你得证呢？以前赚伤济，是安怎以前赚伤济？你甲比较就知影嘛？你看人美国，看日本，若要装这个 cable 有线，电视公司若要共买迄个有线公司的时阵哦，伊开钱哦，是咱现主持台湾即马你先到迄10倍、20倍、30倍以上是安怎？第一，这个线照道理来讲有啊，中华民国有规定啊，这个线爱待伫涂骹。就爱挖挖窟啦，一公尺啊，两公尺啊，带落去。但伊即摆会当趁钱是安怎趁？伊无要挖啊，伊游得来，足简单啊，水沟就甲你结落啊。水沟毋是一条尔呢，即若10号就10条呢，啊若100号就100条呢，啊咱全台湾有几啊百万户呢，做咧甲地安那塌，塌咧甲咧，然后落雨风台，我甲你保证绝对淹水啊。但是你台湾人知无？你不知道台湾人，阮家饮水，恁家饮水是你家己造成的。我跟你讲，这个线，起步的线，若要经过恁家的这个厝，伊的规定是啥？爱你书面同意呢？我问你咧，恁家有线电视的，请你举手。就是有装电视的啦，拢无装电视哦，阮也无影呢。你无电视，啊好，你无电视，但拢差不多拢有电视嘛，敢毋是？啊，我问你，啊，你装迄个电视，伊甲你收钱一个月800还是600？啊，500块对。啊，但是问题是讲，你敢有当囡仔互伊讲，你即个 cable 要伫阮兜经过的时阵哦，会使经过？无甲你经，无经过你的同意啦。这拢是爱钱呢，叫伊甲你写的爱钱呢。啊，过来，电视台。咱看电视，电视有广告，你感觉迄应该对不对？迄不应该呢？你若有交迄个500块、400块、800块的收视费，他就不能收广告公迄、那个广告的费用呢？你知不？你唔知？你听有无？你有你立钱啊？是安怎伊会当阁收广告费？无人知呢。但是伊法律有啊。啊，所以即摆遐得到好处诶，绝对点点啊，敢毋是？得到好处诶，伊诶税金敢有交遐济？嘛无呢。所以规摆人咧选举，即cable诶公司啊，就开始甲遐候选人啊，哦，你要竞选啊，我互你50万，我互你100万，卖讲互伊50万，互100万，互伊5000万都无过分啊，迄一年爱赚偌济？伊即马现主席报予国税局诶，讲咱一年即个收视诶户数啊，400万到600万，你要相信无？你听有无？足简单，我甲你教你安怎算。
2300万，你厝内底有一只电视的，请你举手。一只。啊，有两只电视的，请你举手。厝内底，啊，有三只电视的，请你举手。啊，有四只电视的，请你举手。你有看啊？你想，安尼讲，咱台湾才敢那400万到600万呢？因遐公司交的钱就是400万到600万尔尔啦。真正我甲计算，差不多爱有偌济，上少爱有800万。啊，看漏税漏偌济。台湾人吼，会当省的钱，家己袂晓省，啊，家己无应该交的钱啊，酷酷交啊。你应该爱做兵吗？无应该呢。马英九即摆现主席，因为咱甲美国告，咱甲美国警告，所以伊倒转来去甲马英九讲。你不能再征兵了，已经有人敢告啊！你若搁征兵，我会死呢，奥巴马会死呢。因为咱足民人民目睭足多，你甲看呢。我都甲讲过，你若搁台湾搁敢征兵，你试看卖啊！你话台湾囡仔可以做你中华民国的兵，台湾囡仔去做中华民国兵，去做兵是啥物意义呢？就是爱效忠呢，效忠中华民国。问题是，我们不是中华民国的人啊！中华民国那些国籍是当时家己的头壳顶，1946年1月12日啊，用啥行政命令？来，咱的生日伫1946年1月12日的以前的，请你举手，有无？好。您这个时阵出世，迄以前的吼，你就去想看卖啊，看我甲你讲，这个有道理，啊是无道理。迄当阵呢，美国甲英国三摆抗议，讲你袂使将台湾人变作伫中华民国的人，因是拢是日本帝国的人，日本的国籍。你知影吼，世界诶，即个国际法、人权法讲啊真清楚，每一个人诶国籍爱合乎自愿、意愿甲合法。你想看卖，台湾人真侪移民去美国诶，敢有迄种集体规划为美国国籍无呢？独独咱台湾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但是有人讲，啊，你安尼讲，是毋是我都爱去告日本？毋是啦，因为即摆日本和大日本帝国是已经不一样。是安怎？因为1947年，诶，即个5月13日，麦克阿瑟将日本的宪法甲修改，变作和平宪法，变作一个新的日本国家。日本的国体国家的体制是没有改变，所以日本天皇现在对日本人称呼为国民。这边12月23日日本天皇生日的时候，你如果看有日本天皇在说什么东西，你就很清楚他说什么。这是头一次说的，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牺牲了就很多年纪很轻的、很优秀的日本人，一直到今日，日本天皇伊甲你讲啊，一直到今日，还佫有一部分人无完全来得到自由、平等、和平的待遇，所以伊也佫在努力，希望予遮个人得到真正常的生活。讲这句是对什么人讲？你看有无？台湾呢？所以伊安尼讲落去，伊讲这句话，就是我每一届伫这工程内底，日本一直甲呼吁的。我讲，那有一天日本天皇伊会当讲，台湾哦，闽南三嘛，台湾这人。多谢您，
我安尼就成功啊。但是因为是日本天皇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美，伊的权利去予伊 suspend， 就是去予悬吊起来，袂当讲啊。所以伊用这款的话转弯抹角，你甲咱台湾人讲，您拢放心啦。我日本天皇虽然即摆袂当讲话，伊会拍命，所以伊就安尼讲。安倍晋三十二月二日，咱十二月二日，咱去建国神社去参拜。十二月二日，安倍晋三无管你中国安那抗议，韩国安那抗议，伊就强强要去建国神社去参拜。这是什么意思？甲日本天皇讲，你日本天皇讲的话，我有听到啊。伊嘛要向这条路来拍拼，遐推下面呢，韩国人甲即马搞不清，你注意无？韩国人抗议，但是北韩有抗议无？无呢？东南亚的国家有抗议无？无呢？现在东南亚的人较戆吗？唔是呢，所以你着想讲，安尼日本伊发动这第二次世界战是为着啥物物件？伊是为着。亚洲人未当搁再继续做北京人、白种人的奴役，所以发动，伊讲大东亚共荣圈啊。日本人迄个时阵伫拍在东南亚这国家的时阵，敢有像中国人讲一面就台战无呢？伊完全按照战争法来做，等到中华民国来台湾。大先将咱台湾人当作日本人，当作贱百家，台白先恐怖，无管任何理由，有人甲你检举，又甲你抓去关。迄当阵人口600万尔呢，死遐济人，遐济人互抓去关，伫台湾戒严38年，是全世界上戒长个戒严呢。啊，台湾人吼，佫一个缺点。很健忘啊！张庆八今日袂记啊，是不是个讲伊好话？所以我有当看到少年啊，唔知家己的历史，感到痛心啊！啊，要痛心，敢无效？敢若我痛心，安敢话无效呢？所以咱伫遐咧上课，讲真正的历史，予咱台湾人知影。我无讲叫你100%相信，但是你爱看册，我有册，你读看卖啊。当有人会讲啊，我这册才深呢，伊去唔是深啦，因为你无接受啦。所以除了这本以后呢，今年1月1日呢，我阁有两本册出来。但今日已经遮有啊，叫《台湾战争史回顾》。这《台湾战争史回顾》啊，内底所写就是比咱即摆台湾。新台湾论啊，较浅，同时呢，较拆散，一个事件写一篇文章，较简单啊，啊无你也看无嘛。一个事件用各种的角度来写，因为我知影这条路真艰苦，但是我知影这条路一定会成，所以我就尽量写。所以你也想看卖啊？这6-7年我过的日子就是啥，拢伫电脑的头前。看册，啊，搁看册，搁看册，拍字，搁拍字，搁拍字。因为当然啦，即摆媒体是全面封杀林志兴呢，包括共产党、国民党、台独联盟、民进党，伫网络拢伫讲林志兴的坏话，我感觉真奇怪呢。我为2002年6月29日逃到金门，为金门逃到啊，转来台湾。到即卖为止，我无做生意，我无出去食头路，拢关伫厝内底伫读册、伫写字，迄机关诶，讲我是诈骗分子，甚至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我都无做生意，我敢会欠人钱？所以讲，我欠国税局。你家己用头脑去想，就知影，无做生意。我要欠国税什么物件？2年前，
国税局来一张公文，恁绝对拢无迄个公文。台端啊，没有被限制出境，意思是啊，叫我去申请护照啦。啊，申请护照要创啊？你紧出去啦，你就袂当转来啦。你想看我遐戆哟？我都不爱出去咧，我一定要待伫遮咧。我待伫遮，我过美国过奥巴马，我敢毋一定爱去美国？唔免咧，我叫律师代替我去啊。安怎？我皮皮啊，无免啦。哦，无你敢掠去嘛？啊，就到即马为止，伫我身躯边的，包括各位，无一个人去予中华民国掠去呢。你敢有听到你的朋友参加咱台湾民众去予掠去有无？啊，你敢有听过你的朋友讲因为参加咱去予开一张罚单有无？无呢，奇怪，啊，不是诈骗集团吗？那也不爱甲掠。所以像这款代志，像这个上课，我真少讲啊。但我要甲各位讲，就是讲啥，我感慨万千啊！台湾人呢，头脑这么歹，这么啊直，因为中国人有话嘛，积非成是嘛。因拢想讲，我都讲林志兴一百摆是骗子，一千块骗子，伊就变成骗子啊，就敢那很主席的理论。有人讲开罗宣言，若讲了久，就变作开罗条约。所以，恁兜你若即马无伫坐面子啊，无要紧，你着逐工伫车面上讲，你赶快变成面子，你赶快变成面子，有一天会变作面子。你要相信无？你相信？你嘛甲拜倒来。啊，那安尼我阁甲你讲，你徛伫恁兜的门口敲电讲。这里变成地堡，读三拜就变成地堡啊啦！啊，若要哦，你的子孙好，你向天公讲，大家拢甲讲，我会变成王永庆。这王永庆不好了，王永庆已经贵翁啊，所以卖讲变王永庆了。啊，我会变成郭台铭啊，郭台铭台那中国人呢？是讲伊。台湾人真正和这媒体讲了久吼，啊，就头壳飞起呢。竟然有阿东会当讲，这几年台湾实施民主，台湾哪有民主？实施选举，迄选举拢咩个啊？安尼台湾的地位就自然演变为主权独立的国家。看笑到这番程度了哈。所以顶礼拜。陈良基写一篇文章，我过去是不爱直接点名啦，但是我即马无多啊。我若不直接点名哦，恁就是我拢讲过的。写一篇《开罗宣言》《旧金山和平条约》，甲一个开诶，即、這个叫罗诶诶《开罗宣言》啊，《旧金山和平条约》甲《马关条约》三个。内底写我一我即马大理老卡布告啦，恁家己去看。伫咱遮读过。法律的对那篇文章你都有法批评，都有法写，一对写不对你自己看，有你如果看还看不到，你就要回来再受训。自然演变，全世界没有自然演变，领导企业一只狗自然演变一只马。你自己你一只马意思说你选举选到什么呀？但我讲伊无选好伊，对不对？对，对来，我问互你看，凭良心嘛、啊，过去无遵守啦。你捌选好马英九，请你举手。唔是安尼念啦，无安尼念啦。我甲你讲，769万票，干阿即个即几个，拜托诶，拜托，台湾人无老实，上过课咱来老实啦。唔对就唔对嘛，对唔对？后摆唔通嘛，阁问一摆。啊！大拢目睭开开，卖看别人啦。算不算哦？马英九的举手。哦，你来看，好来。无要紧啦，迄过去你唔知影嘛，对不对？啊啦，因为你无举着手，所以要再一次。但我甲各位讲哦，我讲的这哦，拢是有感触啦。是咱的江苏。
蔡才远，你看伊少年，伊二十几岁就去了来关呢。伊读陆军官校呢，我讲啊，你想你读陆军官？哎、欸，我来读陆军官校，啊，是个我来造反，我来搞革命。蔡才远，伊刚才甲我讲哦，啊，秘书长，我哪要知影这简单哦，老老在行你这条路就对啊啦。伊要造反，结果就抓十五年，伊还阁算真好运呢。也无枪枪毙呢，对不对？伊个体格看看起嘛是做兵个型哦，吼、哦，武盾嘛吼。哎、哦，无歹呢，我讲吼，哎，我讲你拄啊好呢，二十四岁了，关关十五年，拄啊好三十九岁。啊，即摆突然拄啊断药，啊来拍拼为台湾这条路，啊拄啊卡命，歹势我行唔着路诶，交伊民进党带倒去，好不容易伊讲吼哈。夭壽哦，一世人拢咧行唔到，甲即马才行到。我讲你即马行到，还佫甲行落去，免偌久。好消息，今年一月一号，你来参加新年会时哦，我会代表美国伫遮宣布，我即马暂时袂当宣布。多谢各位，谢谢。啊、各位校员，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吼，咱即节课就无要休困。啊，继续上课。好，谢谢。等一下。